注意观众，顶一集啊，咱讲到啊，这个弥陀要解五蕴大师啊，讲到这个合处性愿，即为净土之南，由此即其名号，乃为净行。顶一集咱讲到遮。这是讲信愿，是咱修学西方净土的一个指南啊，敢若指南针共款，一个方向，一个目标。那么，深信法愿要求往生西方净土啊，然后就要接持阿弥陀佛的名号啊，这就是。正行，正行就是念佛啊，咱即马在念阿弥陀佛啊，或者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就是正行。所以印光大师甲咱在现前这个时代啊，卖建大道场啊，卖起大道场，建小道场。小型的道场啊，较好管理啊，开销也较少。共修的人数莫超过20个人，一心持名念佛，求生净土，高高成就啊！不化缘啊，不做法会啊，无做经忏佛事啊，也无团戒。也无修道地，好好的念佛修行啊！印祖伊是连经都拢无讲，咱道师净空上人是加了一个纲经啊。印光祖师呢，伊迄个念佛道场是连经都拢无讲啊。为什么加纲经呢？因为这道理你若唔捌。你有疑惑，你的深信法愿就真难啦。咱不是下愚之人，下愚之人会用的，伊比咱较厉害。啊，因无疑惑，咱又不是上帝，啊，如果不是下愚，啊，讲智慧上悬的咱也无，啊，讲咱的真功。啊无，啊，咱拄伫咧当中半吊住，啊，吊咧当中，啊，上不上下不下，啊，悬无悬啊，低无低，啊，伫咧当中啊。那么，咱咧进行咧疑问特别多啊，疑问多，你若无照中经教来断疑生信。这个深信法愿就无了，功夫未得来啦。咱现在所讲的这个经教，无别项，完全是道归极乐。讲华严也无例外，一定爱甲宇宙人生的真相、大道理讲清楚、讲明白，咱的疑惑除掉了。怀疑拢无咯，安尼才会当虚心踏地，啊，这才深信法愿，啊，愿意啊，求生西方，然后念这一句佛号，就相应咯，就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所以这是正行。啊，请接落来，搁再看幕后这一段。若信愿坚固，临终十念一念，亦决得生。啊，咱先讲这一句，这就是第十八愿，啊，四十八愿的第十八愿，十念必生。古来祖师大德认为这是最殊胜、无比殊胜的教诲。
但是这个条件是信愿坚固。信愿坚固呢，安尼十念一念，即当得生净土。信心是决定无疑惑，一点仔怀疑都无咯。真正相信，不怀疑呀。愿生啊，这是发愿，求生西方，此生当中的愿望只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一心一意，要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除了这个愿望之外，其他什么愿望都拢无。那么这款的这么单纯这么坚定的信愿，临终念十声佛号，乃至念一声佛号，也决定得生西方净土。这个观观这里非常重要，就是真肯定决定啦，一点仔疑惑都无，决定得生。但是这个地方你也爱知影，实实在在讲，伊毋是五年的。有人讲我安尼临终啊，安尼即个念佛就好啊，即马就变念啦。到临命终的时阵呢，念十念、念一念，我就往生到西方啊。那么这个道理咱一定要了解清楚啊！临终一念十念往生的人是有，不是无，但是伊也毋是五年的。咱千万唔好讲看到这段经文啊，祖师大德这么重视这么赞叹咱可以侥幸啦，现在卖念佛卖修行无关系，到临终的时候。再来甲念一个十念一念啊，就当往生啊。如果有存这个侥幸的心理，你完全失败了。这前面咱导师甲大家讲过，爱常常会记的，袂使袂记的。临终十念一念往生，一定爱具备三个条件。你临命终时，灵不灵有这三个条件。第一个，临命终时心地清楚，一点都无迷惑，这头一个条件。人一生不灵不修福，袂使做罪业。中国人讲福报讲五种，五福临门啊。这个五种福最重要的是最后一种，最后一种福报是什么？好事。死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迷惑、不颠倒，这是最大的福报，最真实的福报。为什么？影响你来生。如果在这个时候遇到念佛的人教你念佛，你就成佛去了。五种福报，前面四种不是真的，前面四种是说你自身的享受。那个在佛法说花报，最后那一种是果报，一生行善积德，以善心善事对待一切人事物，对天地鬼神，你临命终时清清楚楚，心不颠倒，不散乱，不颠倒，这个时候一念十念，你才能往生。
所以爱有人提醒，惊你袂记。所以第一个心地清楚，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讲，在这个时候啊，有人提醒你念佛。第三个条件是，你在这个时候会当接受。啊，人一提醒，立刻就接受，就决心。啊，升起信愿，啊，这个信愿立刻就坚定。安尼求生净土，肯定得生啊。啊，那么你想想诶，你临命终时，能不能有这三个条件？啊，最重要的是头一个条件，啊，这是看你有这个福报啊，你都要有这个福报。啊，咱看到真侪真侪亲戚朋友临终的时候，啊，咱去送。啊，破病病重的时候，已经人事不清了，啊，袂认的人咯，啊，这个就害啦，啊，这个太可怕。临命终时，人事不清，未识颠倒，伊就爱随业流转。最可怕的是这件代志，啊，临终未识。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为什么？就是求临命终时，走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如果临终啊，有这个情形啊，这个人伊若无学佛啊，伊唔知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伊也决定会往生到三善道。啊！你想想诶，倒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人啊，伊会走去做五鬼，会去做畜生，无可能诶！啊，凡是对三恶道，拢是迷迷糊糊去诶。三恶道内面有鬼神诱惑你，啊，甲你引诱啊，你感觉这个未歹，真合你家己诶意思。啊，高因你的贪嗔痴慢，把你的烦恼习气引发出来，安尼对落了，啊，这个非常可怕。所以人爱修福，啊，爱知影修福，知影行善，啊，这咱拢是从言上看，啊，表面上看。就真不容易做到。啊，搁深入一层，甲你讲，十念往生的人，过去生中修积的善根深厚，这是真因。啊，累劫所修积的善根，一生当中无遇到善缘，无遇到佛法，伊那是。较早遇到佛法，啊，以阿难耶识的善根早就引发出来，都起作用，啊，伊一定是一个真好的修行人，啊，真好的善知识。即生当中无缘，无缘接触佛教，无缘引发善根，在临命终时这一刹那，这么短的时间，遇到善知识。一提醒，一开刀，啊，甲讲西方极乐世界好，囥伊去，啊，伊一听，阿难耶识的善根发现，立刻就相信，伊就能接受，就能发愿，跟着大家念佛，啊，那么前面呢，甲大家报告，早年呢，啊，咱导师在美国弘法。美国华盛顿 DC 看到周公台就是这个例，啊，伊是在往生前三天，啊，一直到往生，心地清楚，一点啊都无迷惑，啊，一点啊都不乱，
交代家庭内面的人，拢帮助伊念佛。亲戚朋友来看伊话呢，拢念阿弥陀佛，欢欢喜喜。虽然病得真重，心情真愉快，因为念佛痛苦减少，无痛苦，叫大家拢帮伊念佛。念了三天走了，有随想。那么唔知影是净宗学会的同修啊，也是伊家己厝内面的家亲眷属啊，有人看到佛来接引啊，伫云端啊西方三圣下降啊，见到光，闻到香啊，好亲像是有一个人看到啊，佛在因厝的这个厝尾顶啊，见到了稀有的随想。咱自己过去生中啊，敢有宿根，咱唔知影，家己唔知影。但是从迹象细心观察，会当看出来。过去生中那是真有善根，这个人在众生当中相当善良啊！咱一般讲，这个人有良心，袂害人。这都是善根深厚的现象，对人有同情心，可以帮助一些苦难的人，在过去生中有善根，善根较深，可以下地为人，他的思维可以过大局，这都是善根智慧的现象。咱真冷静细心观察，就可以知道最重要的也是自己要认真修行，注重在坚固的信愿，信愿戒行依佛相应。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无信愿，种种名号，持之风吹不入，物大不实，如云墙铁壁相似，亦无得生之理。修正业者，不可不知也。这一段话，咱来明了。信心若有若无啊，有当时啊有，有当时啊无，有时候好亲像相信。有时候又怀疑，愿无困切愿无困切是啥物？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放未下，信愿坚固，是这个世间啥物都放下了。不是讲你命中的时放下。现在就放下，这个理事我们要办，现在的事敢要做要做。虽然在这个世间该切众生和光同尘，该做的事情我们真认真努力去做，心里头无挂碍，离六时中心里面就是一句佛号，念念不舍，真正记住信愿持名啊！这一种念佛的方法，古德讲过，这叫不回向法门。什么叫不回向？免回向我念这句阿弥陀佛的目的，就是求生净土，所以念念拢是回向。持名甲回向合二为一。我对于这世出世间一无所求，我只有一个求愿，求生净土。亲近弥陀就敢那这一个愿望，所以叫做不回向的法门。
念佛堂内面善知识常常教导咱，啊，回向是啥物？提醒，今日袂记诶，啊，是即个意思。回向啊，法愿毋是对佛，啊，是常常提醒家己，爱知影家己为虾米念佛，为虾米修行。我断恶修善为着虾米？持斋念佛为着虾米？布施供养为着虾米？决定无求世间名利，决定不求人天福报，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求早一天见到阿弥陀佛。所以这个法门叫不回向法门。啊，甲念回向机。迄、那个时间拢摕来念佛号，啊，我的信愿戒行啊，包括回向，拢在这一句佛号之中，这叫顺境顺心，心地清净，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所以信愿那是有了问题，半信半疑。啊，西方极乐世界有时候想要去，有时候无想要去，即款的心态啊，那安尼你念佛众念，将名号持之，风吹不入，雾打不实，如云翔铁壁相似啊，即几句话是形容啊。啊，你即一句佛号念得搁较好啊，古代的讲的，你一天念十万声。念二十万声，心口不相应，啊，所以化破难熬也枉然。为什么？亦无得生之理，你不能往生。你念佛心口不相应，啊，心就是什么？心就是讲信愿。你无信无愿，信不真。愿不切，念佛不能往生。安怎样念佛才能往生？安怎样念佛不能往生？修净业者不可不知呀！你修净土的人啊，这个道理袂使唔知影。咱自己爱认真想想的，一定爱把自己不能往生的这因素除掉。爱改过来，一定爱符合真正得生的条件。大本阿弥陀经，大本阿弥陀经就是无量寿经，欲以发菩提心为要，净意触动啊！啊，这是五蕴大师啊，举出一个无量寿经经文啊，以发菩提心为重要的一桩大事。你看《大本弥陀经》里面三倍往生、往生净因，这两品是专门讲往生需要具备的条件。啊，咱敢有具备？如果无具备，赶紧修。啊，已经具备的，爱永远保持，不能失掉。三辈往生内面每一段，佛拢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决定不能有三心两意。啊，那么去年啊，两年前啊，等于全世界。这个SARS瘟疫这件代志，啊，那么咱导师啊，听讲澳洲好亲像也有一个文件发表，啊，这种感冒肺炎本来是真平常的事，啊，那么不过人人惊吓，啊，这是媒体报道，啊，媒体无报道谁知影，所以这个代志就发生。有人问咱导师，啊，导师讲这个代志平常，啊，年年都有。自古以来，中国外国
在历史上记载，咱看了真侪真侪，真平常的事情。现在咱学佛不得这个道理，心先行先，念头先，这病菌、病毒拢拢化解。啊，那么当时啊，咱导师净空上人啊，伊想这个瘟疫上最呢，不过一个月就过去了，啊，搁较久也未超过一个半月。啊，那么迄处的瘟疫呢，大概武到差不多几半年呀，那、超过半年。这是人为的，啊，人去制造出来，啊，你从种种实验，啊，这是同学从网络上截录出来这实验报告，咱就知影，这细菌，啊，咱每一个人从不鲜的这个讯息传给伊，伊就传染了。伊传染了人不善的意念，啊，那么咱要甲杀死，要甲消灭，啊，这个意念传给伊的时候，伊就变症，啊，愈变愈毒。为什么呢？伊也要防范，麻烦安就来了，啊，这就好亲像这个世界上啊，军备竞赛，啊，武器啊，大家在比赛，愈来愈严重。如果咱用真温和的善意态度来对待，啊，你看中国自古以来对于这病毒、带毒的这细菌，中国人讲解毒、化解，那所有人讲啥？讲消毒，消是消灭，这个意念无同款，一个传染病发生了。把它当作敌人，要把它作战，真麻烦啊，得对立了，啊，对立的事情最麻烦。要安怎样化解？咱学过的人对这个道理不得做。啊，这病菌，病菌也是心相生，也是为心所现，为色所变。啊，要哪会超越心性之外？为心所现，为色所变，拢是好的。换一句话讲，伊也是有生存的权利。啊，咱今日讲人权，啊，细菌有菌权啊，咱来捌，咱来爱护伊，咱来照顾伊。伊的生命期间并无长。啊，咱知影这个病菌生存的时间未超过十天。为什么遐尼昏伊？所以希望化解啊！你看，伊善意，伊赞叹，伊就化解了，未伤害人。这肯定的道理，决定不可以用恶意，决定不可以对敌。所以，咱从对于这个小小的细菌展开来，对一切人，对一切世间，如何领略？最基本的也是要识别贪嗔痴，贪嗔痴叫三毒。啊，那么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啊，啊，请教咱导师净空上人，啊，啊，讲过去啊，这个SARS病毒是安怎来？啊，咱导师就甲讲，啊，从三毒来，啊，这细菌本来无毒。伊哪里有毒？啊，是咱人的贪嗔痴，这个三毒传染给伊，伊感受到毒，伊就变毒了。啊，是人甲变毒了。啊，那么伊如果用这个毒来加在人的身上，三方面拢受害，啊，还不得这个道理。那么安怎样化解？化解的方法是先要把自己的贪嗔痴化解掉，外面境界都未有贪嗔痴，都无三毒了。
但是这个道理现在人未接受，现在人相信科学，唔相信佛学，相信现代的科学家，唔相信古圣先贤。所以，咱读书常常讲，世界今日这么乱，人这么苦，归根究底是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古圣先贤千万年累积下来经验智慧，你会使讲伊一线都唔单吗？用不合科学这四字都甲推翻了。那安尼你爱受苦，你都爱受难。所以医生现在西方医生咱无啥了解。咱知影中国古早时候的医生中医，差不多每一个医生家庭内面拢会供奉观世音菩萨，最普遍的。家家观世音，供观世音菩萨，学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真正是慈悲济世，尊心是救人的。不是为自己名利，不是为救人，所以给人看病决定无讲偌济钱，无，伊毋是生理买卖，病治好了，人回报你，供养你，随意，你家来富有，你会过一挂，家庭内面贫穷就减退一挂。甚至于完全无医生，还佫报施医药照顾哩。所以医生在咱中国地位真高，社会大众真尊敬。迄是大慈善家，在中国两种人最受人尊敬。第一个是读书人，从事于教学上的工作；第二个是医生，因为这两种人在社会上拢是牺牲奉献，教书无讲收学费，收学费谁愿意跟你学？孔老夫子有教无类，无论什么人，只要你欢喜学，你就来。学生对老师供养一点仔礼物，咱在《论语》内面看到，进步的礼物，束修。束修是什么？咱中国一个来对较来料里面叫做喇叭这个烟的这个喇叭切一条一条供养老师，表示对老师的敬意其他什么也无，老师非常认真教导你哪有收学费这个道理，所以教书的人生活拢真清苦，因为他自己无从事于生产事业，学生对的供养拢是相当的微薄。老师物质生活真苦，但是精神生活充沛，伊快乐。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这是世间第一等快乐的事情。老师有学问，有智慧，有能力。可以过较好一点的物质生活，伊为什么要过贫穷生活？释迦牟尼佛是好老师，一生吐蕃信教。人如果甘心情愿过苦日子，这个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这是教什么？卖烧钱。处处合着退量，这是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真正的因素。如果唔知影退量，处处要要竞争，这个世界永远袂有和平。迄个和平是假，唔是真的。真正要达到和平，一定爱过清苦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
你已经会当食会饱，会当穿会烧，安都知足咯。啊，莫过分去追求，过分追求就是制造社会的麻烦。啊，人一想，啊，你处处逐项拢要得着，那别人伊嘛要啊，伊嘛要爱啊。咱这个地球上资源有限，啊，大家拢烧钱要爱。就变成斗争，变成战争。斗争、战争，爱知影彼此互相结冤仇。这个冤仇不是一生就完了，生生世世无完无了。现在网络资讯里头有这个讯息。外国已经证明人死了之后确实有灵魂的存在，这在外国也是医生因实验出来，那大多数呢是心脏病突然发作死过去，医生确实宣布死亡，放弃治疗了，但是无想到过了一两天，伊又搁活起来，大家感觉非常惊吓。醒过来问伊：“你死了以后有知觉吗？你有看到什么吗？”因安尼调查，那么调查六十几个人内面啊，有这种情形啊，这是醒过来啊。六十几个人内头大概有七八个人真清楚，每一个人经验无同款啊，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因看到光。看到家亲眷属啊，拢是过去的啊，引导伊啊，有人看到天使。做这个调查证实啊，人毋是死了就完了。这引起一挂医生甲科学家做更加深入的研究。现在外国这个研究报告真多，前世今生这个、研究的人愈多。因现在呢，真正相信人有身体，人有心，这个心实在讲就是缘如心，因讲要灵，灵就是鬼神，不同位处空间的，绝对不是讲人死了一切都拢完了，不是，确确实实有过去，有未来，既然有过去未来。那你一生当中思想言行不能不谨慎，不能得罪人，别人得罪我，我会谅解，决定无放在心上，把这个隔化解，不可以对立，不可以有怨恨。佛菩萨圣贤教导人，冤家宜解不宜结，千万莫跟人结怨，别人跟我。过未去，我无神通，唔知影过去生中的代志。如果我会当知影过去未来，我就知影伊为虾米这个态度对待我，伊为虾米无用这个态度对别人，这内面一定有原因。原因愈清楚愈明白了，这个事情，一笑就过去了。现在西方人最普遍的方式是催眠。深度的催眠，在催眠当中讲出你过去生中的代志，有真侪囡仔，咱看到这個报告，有，迄囡仔惊爆炸的声音，听到爆炸的声音，伊就非常不安，恐怖，严重的恐怖，有囡仔来惊水，看到水伊就惊，在深度催眠之下讲出来，惊水的过去在。水里面淹死，惊爆炸声音，听到爆炸声音的恐怖，过去是一个士兵在战场上阵亡的，所以听到枪炮这种声音真恐怖，与战事有关系。当伊了解这个情形之后，伊这个恐怖就无了，就消毒了，把真正原因找到，这个原因是战事。
藏在伊个意识内头。啊，现在人讲潜意识内面，深度的催眠，甲潜意识内面物件挖出来，互伊家己讲出来，啊，用录音甲录落来，啊，等伊清醒过来之后，放互伊听，啊，伊家己讲，伊就明了。从此以后，伊就恢复正常了。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跟我们说一个事实真相，人都有来世，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一切众生的关系，都是生生世世关系，不是五年的，世间决定无五年发生的事情，总不过前世今生，这些因素造成的。佛法的教学无别项，就是让你了解事实真相。佛经里头所举诸法实相，用现代话讲，明了一切法的事实真相。通常在佛法里头，把事实真相分作六项来说明：性相，这一切诸法的性本性；相是现象；理事，这一切诸法的道理，逐渐形成的道理，以及这个现象所产生的作用，这属于事。不再有一个就是因果，前因后果，后果又变成现前的因，这个因感得来生的果。因果是相续的，因果是循环的，所以讲因果不空，因会变成果，果会变成因，转变不空，循环不空，相续不空。这个道理要捌，捌得这个道理，你才真正了解修行的意义，你才会晓真正修。你袂当认真修行，就是你对于事实真相无了解。所以在今日这个时代，特别是大乘经教，那么详细讲，那是好好到顶来认真研究，咱修学净土，性缘行拢成了问题，也就是讲功夫未得力。在先前中国外国，咱走过真侪地方，也接触真侪同修，好亲像灵鬼。附身这个事情啊，愈来愈多，比这个鬼神啊附身，如果是报怨讨债来，痛苦不堪，受折磨，这一种竞争医疗无办法，束手无策，超度也无效果，超度是什么？是调解无效，实际上为什么无效呢？超度的人无迄一份诚意。古代的常常教咱至诚感通，但诚意不足。如果有真正的诚意化解、安慰、开导，帮助彼此提升境界，咱在讲经里头常讲，化敌为友，卖敌对；化怨为亲，凡事总着爱化解，决定不能对立。化解最重要的手段，爱常常交流，爱常常聚会，不可以不相往来。不相往来，迄个矛盾是愈陷愈深。爱多往来，多交流，什么问题都能化解。最惊就是不相往来。就亲像恁做实验共款。你看善意对待，恶意对待，迄是有往来。根本都歹插伊，无往来。伊就非常容易变歹去，伤害就是不往来，
拒绝往来，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代志。但是咱要知影，咱无办法去勉强别人，啊，咱自己爱存心甲一切人交往。别人对我拒绝，迄是伊的代志。啊，我对于问候永远开放，啊，伊甲问候关起来，迄是伊的代志。啊，咱等待伊迄个大门会拍开。咱再看下面啊，这个单元啊，正是行者持名啊，正是行者持名号以立行啊。那么咱把这段经文念一遍啊。舍利弗，不可以小圣君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即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啊，咱搁再接落看，既然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依诸圣众，现在其前。使人将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舍利弗，我见是你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啊，这集的时间到，那么这段呢，咱留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报告。多谢大家收看，阿弥陀佛。